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讲 envelope 这个东西。那今天提到的是 envelope 带领音量的这个部分。什么叫 envelope 带领音量呢？这个我们首先就要先看一下 modulation。接下来我们会介绍 envelope 的四个机制 ADSR， 最后介绍 envelope 带音量与乐器种类的关系。什么是 modulation？ modulation 有时候在你的机器上会写作 virtual patch 或是 root 或是 matrix 之类的。它基本上就像是我们右边这个 MS20 的图一样，就是这个导线接起来的部分，这个就是 modulation， 这个就是 patch。 那 patch 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今天如果要让一个参数自己在那边动的时候，我就要选择一个 source， 一个源头，那去连到这个 target destination 上，它就会带着它动。那光把 source 连到 target 上还不够哦，你还需要调整它的 amount intensity，调整它的量，这样它才会开始动。具体来说像是这样子，今天我有个声音长这样。好，那我把 modulation 打开，我现在的 modulation 是一个 LFO 去带 colorful， 我们先不用管 LFO 是什么，我们只注意到现在这个声音是这样子。那我把它的 amount 打开的时候，它就会开始转动。这个就是 modulation， 好，基本上就是一个元件去带领某一个参数用的东西。那我们今天要讲的 modulation 呢，是 envelope 去带音量。那在大部分的机制来说，你都不需要去牵这一条线，就是大部分的合成器它一定都会有一个专门对应一个音量的 envelope，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牵这条线。那可是牵线这个动作在我们之后会特别开一节 modulation 讲这个动作，这个是很重要的动作，所以大家可以先认识一下 modulation 是什么。好，那 envelope 又是什么？ envelope 它分成 ADSR 这四个部分，那它把一个 MIDI 音符的一声切成这四块。所谓一声就是你按下 MIDI 琴键的那一瞬间到离开的那一瞬间，这样是一个 MIDI 音符，就是一个音符。那他把这音符分成四份，就是 attack time， attack 的时间， decay time， decay 的时间， sustain level， sustain 的音量，最后 release time， release 的时间。要注意这四个东西里面有三个是 time， 只有 sustain 是 level。 好，那我们一个一个来。Attack 是什么？ Attack time 它表示的是从 note on 开始， note on 一开始你就会开始带动 attack。 那 attack 会让你的音量在一定时间内到达最大值。什么意思呢？今天 attack 是0，就表示我 note on 的时候音量会直接到达最大值。那 attack 大于0，比方说我现在给它1700毫秒，就表示这个乐器的音量会在1700毫秒之后才到最大值，也就是说它会渐强。所以在这边合成器来说， attack 大并不是代表它的声音会很突出或什么的，它反而是代表它的声音会比较慢出来，这是 attack。 所以 attack 小反而你的声音会比较直， attack 大反而你的声音会比较慢出来，就是你的渐强时间会比较长。好，这是 attack。 那跟 attack 相对的东西就是 release。 release 就是在我们 attack 是在 MIDI 音符开始以后音量到最大值的时间，那 release 就是 MIDI 音符结束的时候，就是你手离开琴键的时候音量到最小的时间。所以假设我今天 release 是0，我手一离开 MIDI 音符，它就是零，它就马上就没有声音的。那如果我把 release 打开的话呢，它会有什么？它会有延音，它会有残响。也就是我手指就算离开琴键了，我的音量还慢慢的在衰减，就它不会直接到零。这个是 release。 attack 跟 release 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两个部分。那比较麻烦的是 decay 跟 sustain。 decay 跟 sustain 他们两个几乎是一体的，
一个声音在 Note On 开始以后，经过 Attack Time 到最大值，音量到最大值，那接下来它就要经过 Decay Time 往下滑，往下滑到哪里？往下滑到 Sustain Level。所以今天我一个声音直接到最大值，那它会经过 decay 的时间到 sustain。 那如果你的 sustain level 是像现在我们设定的全满的一样，你的 decay 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你没有地方可以往让它往下滑。那如果我今天的 sustain 很低，那 decay 也很短，你就会听到声音在音量到达最大值以后马上就往下滑了。我让 decay 长一点，可以听到它音量衰减的过程。那甚至我把 sustain 拉到零，它的音量最后就会降到零。所以如果我把 attack 再拉起来，就表示什么？就表示这音量会渐强，然后渐弱。最后到零。那这个 sustain 到底决定什么？它除了决定 decay 的终点以外，它还决定了你一个音符按下去，经过 attack time， 经过 decay time 以后，你如果手还是要继续按着的话，它那段音量的大小是什么？所以 sustain 就决定我们延音的音量。经过 attack time， 经过 decay time， 我的手还是继续按着，那这个时候音量就不会变了，它就会以 sustain 的音量为准。你可以听到我把 sustain 推高的话，音量会变大。这就是 ADSR。那重复一次 ，attack 它代表是什么？它代表是音符开始以后音量到最大值的时间。release 是音符结束以后音量到零的时间。那 decay 跟 sustain 呢？ decay 是 attack 开始，attack 时间结束以后音量衰减到 sustain 的时间。如果 decay 很短的话，这个音符就会马上衰减。如果 sustain 也很短， decay 又超短，你就会只听到啪啪啪的声音。这时候问题来了，如果我今天attack 有一段时间不是零，有一段时间可是也不长，你就听到它渐强以后马上就没有声音，因为它马上就 decay 到零了。那如果这时候我把 release 拉出来会变什么呢？我如果按的音符比较长的话，一样音量会 decay 到零。那可是如果我音符还比较短的话呢？我如果按比较短的话，音符反而会比较长。我如果按比较长的话，音符反而会比较短。按比较长的话，好，按比较短的话，抱歉，按比较短的话，音符会比较长。为什么？这就是因为我们的音符，我们的 MIDI note， 如果它比较短，那它根本就还没有到 attack 的时间。attack 时间现在是300毫秒，我如果出一个300毫秒以内的音符的话，它就会在 attack 时间结束以前直接 note off 了。note off 会带到什么？ note off 会带到 release。所以这个音符在还有音量的时候就到了 release， 那 release 会把它的音量拉得很长，长到1200毫秒以后才没有音量。那反而如果我今天的音符比 attack 的300毫秒长的话，它就会到 decay sustain， 那我们的 decay sustain 是0，所以它的音量是0。所以就算我的放开，我手指放开，理论上它还是有 release， 只是它已经没有音量可以让它 release。那如果你的音符比较短，你还有音量可以 release， 你的音符听起来就会比较长。
所以在这里，在这里要认识到的就是 release 这一段是蛮独特的，就是它是独立出来的。你不管你前面的音量怎么变，只要你手指一放开，你就一定会有 release。只是在看你手指放开之前有没有音量。你手指放开之前如果有音量，你就听得到 release。如果你手指放开之后已经没有音量了，那当然你就听不到 release。好，这个是 ADSR， 这个就是 envelope。那 envelope 可以干嘛 ？envelope 带音量这个部分到底可以干嘛呢？它可以来决定我们今天这个合成器的乐器听起来像什么？听起来像什么？像什么的部分，我把它分成四类、三类，在这里三类，抱歉。第一个是 brass lead， 就是铜管或主奏乐器。那这一类的乐器，它的 envelope 比较直接，它是我通常会设定给它一个很快的 attack 跟 decay， 然后 sustain 有很高，可是并不是全满，那有一点点 release。这是什么意思呢？好，我们给它一个很快的 attack 跟 decay， 然后 sustain 偏高，有一点点 release， 大概像这样子，你的声音听起来就会比较直，比较直白，它很快的出来。那为什么我们 sustain 不全满？你要一个 lead， 你要一个主奏乐器声音就是要大声， sustain 为什么不全满？因为 sustain 如果全满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ADSR 的图。 sustain 如果全满的话，你就没有前面这个 AD 这个音量差了，没有这个音量差，你的那个力度听起来就比较弱一点。这个就是很像鼓的那种原理，鼓是一个波形很短的一种乐器嘛，所以它要的就是前面这个 punch 的部分。所以我们用一个很快的 attack 跟 decay 跟一个稍微的 sustain 音量差做出一个 punch， 那你的主奏乐器听起来就会比较有力。所以我们听一下全满的 sustain 听起来像这样，略低的 sustain 听起来像这样，你可以听到它前面有个啵啵啵。所以这个东西在你的 mixing 或者在你的整个曲子里面就很容易串出来，很容易穿出你的其他的乐器，达到你主奏的效果。所以这个是 brass 或 lead。 那下一个呢，就是 piano keys 或 bass。 这个东西我们一样给它一个很快的 attack 跟 decay， 那它的 sustain 比较低，其实它跟 lead 只差在 sustain 比较低，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比较低的 sustain 跟 attack decay 很快来做出琴键的感觉。那配合前一章讲的 filter， 我们可以开一个并联的 filter。 我利用 low pass filter 做出低频，我利用 high pass filter 补一点高音，高八度。好，那因应音乐的内容或者是演奏需要，你可以补一些 release 或是不要。那如果 bass 的话， bass 通常会把 sustain 拉掉，用 decay 来决定这个 bass 的长度。尽量在一个音符以内可以听到 bass 的衰减的 decay， 那也不要太短，你不要这么短，这么短你是要听什么？也不要太长，太长它就比较迟钝了。所以你要看这首歌的速度，或者是你要弹奏的内容。如果我今天要弹奏的内容是，那当然你可以有比较长的 decay。 那如果我今天要弹的比较跳的东西，那你当然就是要比较短的 decay， 让它有一点弹性，甚至你还可以给它一点点 attack， 让它更有弹性一点。这个是 bass 跟 key， 就是利用很短的 attack 跟 decay 跟稍低的 sustain 甚至是没有 sustain 来做出颗粒感。最后一种分类是String pad， 弦乐或者是 pad， 这个东西很简单，你就是什么都很长，很长的 attack， 很长的 decay，
那也不算低的 sustain 跟很长的 release。所以很长的 tag， 很长的 decay， 不低的 sustain， 因为我们需要听到 decay， 可是我们又需要让它维持跟 release。这个就是 pad， 所以会这个有什么好处？首先，你去你们的合成器里面找到影响 amp 影响音量的 envelope， 然后你就可以去找 preset。比方说，我今天找了一个好找了一个 bass， 这个 bass 听起来像这样子。那我很喜欢它的声音，可是我想要拿它来弹 pad， 怎么办？你就可以去动你们的 attack pad 嘛。或者更快一点。所以开始练习听一个合成器的 preset， 不要听它的全部，听它的音色的部分。比方说这个铜管，你可以利用很低的 sustain 跟略高一点的 decay 来做出 key 的效果。或是更低一点来做出 bass。 哦， decay 太快咯， decay 太久咯，快一点。所以会使用音量的 envelope 的话，你就可以开始去调整我们合成器里面有的 preset， 让它听起来比较像我们在乐曲剧里面需要的音色。哦，我遇到一个难搞的了。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 envelope 的部分，所以回去可以练习一下。首先要找到我们调整 amp 或者调整 volume 的 envelope， 那照着这三个图去调，你就可以把你本来好像不能用的声音，或者本来动能夸张的声音，调成你需要的主奏或者是 key 类的，或 bass 或者是 pad 来铺底。那希望这个对你们有帮助，我们下次见，谢谢。